只要锄头挥得好，万里长城都挖倒。但是给你一把5000年前的锄头，看你怎么挖。5000年前的农民怎么种地？狼心磨盘山遗址最近出土了一个最早的石质锄头，它就长这样，还没有巴掌大，厚不到手机的1/3。但是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，挥舞这个石锄头来锄地，想想看就累啊。现在耕地当然要使用拖拉机了，哈哈。